世界只有一个中国，反对台独，支持和平。台独必死，台独必死，打倒马基达，打倒马基达，打倒马基达。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巴拉圭，首站抵达美国纽约过境哦。那么今天赖清德中午要与台湾的侨团与侨胞进行午宴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饭店的外头呢，聚集了许多中国大陆的侨团以及抗议人士，准备对赖清德待会来进行抗议，表达他们的不满。赖清德先生，到过境美国的，我们认为呢，他是一个十足的麻烦制造者。本来是他在台湾，好好待着，并没有任何的事情。他来之前，在各个媒体上都有发表台独的言论，这一点是我非常不高兴看到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过来了。赖清德啊，他是 troublemaker 啊，你安安分分的去做你的事情，你跑这儿来串什么？打倒台独，打倒台独，管住你们，管住你们。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，反对台独，支持和平。台独必死，台独必死。